机啊，司机、啊，快看看！大哥，大哥，赶紧起来，大哥！大哥，搭把手，赶紧把他弄下去！哎，真晦气！不是你这个司机怎么说话呢？还有你，大哥，赶紧，不是你们赶紧帮忙扶一下！哎呀，我可不敢扶，万一讹住我咋办呢？不是你们怎么都是这样的人呢？他也是人呀，农民工也是辛辛苦苦的为咱们这个城市打拼的，是不是呢？这里的一张一碗不都是他给降的吗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？如果躺到地上是你们的家人，你们会怎么办呢？也是这样不管不问吗？赶紧扶呀，等啥呢？来，司机大哥，赶紧上医院，赶紧开车。大哥起来。到饭点了，中午吃点啥呢？来点盐，买点辣椒去。你看我这脑子，我老二他媳妇借点不就完了吗？买啥呢？又省钱了。哎，老二媳妇在家不？咋了，大哥？给哥借点盐吧，我没盐了。行，那等会儿我给你拿去。啊，顺便烧点辣椒。我的脑子，给，哎呦，哎，谢谢二妹啊。大哥，等一下给我送回来行吧？啊，行，没问题。老二他媳妇儿在家不？哎呀，在呢。那个啥，我家的锅也烂了，你用一下你家锅吗？行，我给你拿去。啊，快点的。哎呀，那啥，赶紧给我等一下拿回来，要不我老公一会儿下班了。知道。什么人呢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饭好了没有啊？我都快饿死了，我。我也饿呀。那你。哎呀，这都12点多了，你不赶快做饭？不是，你那个大哥他来过了，把咱家的米、鸡蛋、羊还有锅都给他借走了，我咋做饭呢？他说的一会儿给我拿过来也没拿过来，就那街溜子啊？那这我下午还得上班，现在中午吃不上饭，那这咋整啊？东西借给他那还有还吗？咋弄咋弄？哎，我想到办法了，赶快说，卖啥关子？他不是把咱俩的都借走了吗？那咱俩就去他家吃饭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哦，走呀，赶紧！他每天来咱们家蹭饭，今天咱们上他们家蹭去。哎，走！哎呀，这也太分生了吧！哎呀，一分钱也不花，就能吃这么好。日子就得这么过。我靠，无情！哎呀，这小子弄得挺丰盛啊。哎呀，还有肉呢。哎，大哥。大哥。哎，来，你俩咋来了呢？哎呀，大哥，这不是你把我家的东西都借走了吗？我俩过来吃点饭。是呀，大哥，你看这锅都没有，怎么做饭？我下午可是还得上班，就在你这儿对付两口得了啊。那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筷子呀。哎呀，完全没有关系啊，大哥。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带。赶紧吃。行，赶快吃啊，我上班快迟到了。赶紧。来，媳妇儿，吃个大鸡腿啊。嗯。哎呀，本想着省一顿，哎呀，这次亏大发了我。哎呀，你慢点，给我留点儿。咱们吃一口这个。范小新，出来一下。来了来了，这赶紧过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坐这儿。咋了？这是老二找我啥事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，就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呢？你跟我相亲的那事儿。
知道不？香一个，我给你500块钱。我这都给你3个500。不是我说你，我给你那介绍的人家那个小红，人家不是挺好的吗？就那小红是吧？啊，个子1米5啊，体重88。体重88，那不是正好吗？苗条。这88公斤，哎呀妈呀，那玩意儿往那儿一站，你都分不清是站着还是躺着。再说说那个，小芳，前两天介绍那个，我完事儿不是领她去饭店了吗？嗯，我们吃完饭还要打包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你看人家多会过日子呢，现在哪个女的是这样的？你这个人呀，啊，打包是好事，关键是她连人家饭店的盘子、碗啊、筷子，她都得打包。这肯定是你花钱了，请人家吃饭了，人家这不是替你省着吗？拉倒吧，我跟你说。当时他就跟我说了，要不是我拦着啊，他得跑到后厨把人家锅碗瓢盆都给打包走。啊，我觉得人家挺好的，跟你挺搭的。我这1500算是白花了。不是老二，我说你，你说你这个人就可挑剔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又一个，左一个右一个，右一个左一个，你说你都看不上人家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条件呢？长得带要求多呢。我这条件还不是相当的哇塞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还有那个啊，昨天见面那个小丽啊，小丽，对，小丽，妈呀，那是个啥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？又咋了人家？你给我介绍之前，你有没有详细了解过她？大概好像。得，我俩一见面。迎面走来一那个人，小丽是吧？后边跟仨孩子。仨呢？我对象都没处呢就当爹了。哎呀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这下都省事了，你说买一送三多好的事儿呢。哎，星星，你讲的那是人话吗？啊，是人话吗？我发现就是你比较挑，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介绍对象了，真是的。得，你别给我介绍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来其实还有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呢又？那个，你不是也单身吗？嗯。那个单身就行了，你看，我单身你单身，对吧？我1米8，你1米5，要不咱俩就将就过一下呗。狗犊子玩意儿，你想啥呢？怎么可能啊？可能不可能你说了不算啊，反正我对你的这个爱慕之情啊，它是由来已久。我对你呢，怎么说呢，那是势在必得啊。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了，3天之内我必来下聘啊。我先走了，你就等着吧。不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媳妇儿快点的，迟到了。哎，媳妇儿，给我200块钱呗。嗯，干嘛呢？哎，你看这不没油了吗？哎，我说你刚加完几天，怎么又加呀？怎么干几天？这都8个多月了，多长时间了？还干几天？快点的吧。来，我给你算算啊，你看咱家这车2.4T 的，平时一般加满箱也就个300块钱，你上班来回公司也就薅个，6-7升，就算6升，怎么算也得能跑个17天吧，这才16天，那一天的油能吃了？这不搁油箱里呢吗？那你就是没了。我操！我这不提前加吗？明天搁路上没油咋整啊？我说你一天是不是背着我拉小姑娘逛街去？那哪能啊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哎，行了，不加了，明天再加。不行，给我说清楚。说啥呀？说啊。那你一天天到底干嘛了啊？加个油这么多事儿，真是。别跟我玩这小把戏，不知道我干啥。啊，不加了。不加就不加，吓唬谁呢？骑自行车。我打车去。